还没有降到一起呗？降了，降了。那边是别人家的。是啊，别人家。不准说话，你还怀疑？就是嘛，怀疑我专业啊。这句话漂亮。怀疑我专业啊？谁让你挡住？给你挡住。没有啊，你老实点。你要去谁啊？现在快被。啊！啊！那个四三年啊，老冤啊！